拆卸风扇轮。用热风枪将供热风扇轮的锁止部位加热。加热时间大约为5到8秒，且加热过程中不断转动风扇轮。注意，热风枪的出风口与加热部位的距离保持在5到10毫米之内。用叶轮摘取器插入锁止部位，并取下风扇轮。用手将热交换器上的四个隔热垫取下。拆卸风扇轮完成。